我觉得这个非常诡异，好讨厌的感觉，不知道点进去会变怎么样。为什么字会倒过来？哎，好了，上次不要这样子啊！嘿，全部都倒，哇，我变美女了，好了，哎，好高级哦，不是美女与野兽的美女吗？先睡觉。哎，被发现了，好了。这次喝酒会怎样吗？酒应该不会变果汁吧？啊，好啦，还是一样的酗酒。啊，有幸耶！咦，好痛！啊，好寂寞。耶，有电话 ，I'm coming for you。喂喂。我应该用谄媚声音说，诶，丹妮，听我说，我还没有死，我还活着，还有未来可以，我爱你，所以你也跟我传佛吧。什么意思？这不是刚刚的剧情吗？刚刚发生了什么事？嘿，有奖。喂，丹妮，25。现在你在哪里？是说这个系统没问题吗？为什么整个倒过来？我有穿高跟鞋。嘿，是哪楼啊？现在已经很少见了，为什么连阅读都不是那个？没心情打开电视。啊，窗帘拉上了。这房间当然。没有时钟，镜子上沾着血，窗帘拉上，不想，哎，难不成就直接出去吗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出去了。嘿，难不成要重玩？有 Teddy 耶，谢谢你帮我照亮。靠近会倒吗？靠近会倒吗？不会。哎呦，哦，对吼，他被移过了。嘿，啊，不是就，啊，好了好了好了。为什么不会？我也这么觉得，不过照亮多了。啊，对吼，好像是要出去。Ted， 你不要拉我啦，去拍你的熊妈子。哦，我又在试吃路，不想待在房间里。连面进度。到时候要做什么好呢？嘿，邓丽打电话过来了。何叔，之前那个电话是何叔对吧？这件事情。这种事情还是住手吧，这样对彼此都不好。不会停止。谁啊？吓死人！吓到我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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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何树，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？哎，为什么是何树路线呢？好了好了，哎，还是说这是何树？何树是女孩子吗？哦，后天就是和丹妮交往6周年了，就用他最喜欢的料理来招待他，他一定会很开心。哎呦，丹妮明天突然要出差，说是不能，不是。所以整个倒过来了。整个倒过来，怎么这样？
所以这次换何叔要来接我，是不是？嘿，你打我。为什么没有大餐？何叔没有招待我吃大餐，到底要把我怎么样啊？何叔，没有戏，你不要压我，拜托。好哦，又是预告，所以我要破灯谜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月球漫步，这不是灯谜，不，这对啊，这不是灯谜吗？助手，何叔，亚美乐，灯谜是灯谜吗？可，灯谜，伸出手来，快过来。何叔，你在哪里？啊！为什么要拒绝？为什么是 bad ending？ 哦，诶，还可以这个。诶，我的头长回来了。助手何处？灯里是灯里吗？赶快抓住手，是何处吗？真的是你吗？赶快啊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那个猎人什么意思？哦耶，回来了！耶，有戏！哦，わかった。喂。他刚挂我电话又打了一次。喂，你是哪位？喂，灯里，我知道了，小虫文，谢谢你，刚刚所有的记录都已经回来了，谢谢啦，好了，我去接你。好哦，所以就是不要那样子。灯里，我还没有死，我还活着，还有未来可言。我爱你，所以你也赶快成佛吧。我是不是要直接抱住他？我好爱倒退路。嘿，邓里，你维持这个姿势不累吗？我来抱你喽，邓里，过来。啊，邓里过来了，好可怕哟。邓里。再也不会让你孤单了，我是哪里有点不对劲了吧？再也不会让你离开了，所以我要跟你一起去吗？真的吗？啊，真的是真的，真的是真的，好开心。哇，德里是美人儿啊。好哦，
这是百合物语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但是就到这里。